呢个地方有位同修问咗三个问题，呢三个问题都系好多同修都有嘅。第一个问题，佢问佛七期间喺佛七之中，可唔可以诵无量寿经？算唔算夹杂打佛七？最重要嘅系要遵守主七师傅定嘅规矩，依照佢嘅规矩做就好啦。如果主七师傅喺念佛之前规定念一部无量寿经，咁样亦可以。但系大多数佛七都系用一卷弥陀经三次往生咒喺第一支香，以后就唔使啦。佢嘅用意系摄心，我哋平时心系散乱嘅，一部经念落嚟，心清净啦，佢系修心嘅作用喺呢度。咁念无量寿经当然亦都得，无量寿经经文比较长，所以佛七之中仲系以阿弥陀经较为恰当。佢嘅重心系喺执持名号，以求一心不乱，重点在这个地方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冬天坐在床上看佛书，可不可以？如果冬天天气很冷的时候，是可以的。尤其是北方，烧的都是坑，可以咁样做嘅。佛法并冇一定嘅方式，所以佛法各位深入去之后就知道，佢系通情通理嘅。我哋而家讲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所以能够得到广大群众嘅欢迎。他并不执着，规矩虽然多，开源亦都多。第三个问题，同修之间确实有不如理、不如法，而且会令大多数人产生烦恼心的这种情形之下，可不可以单独找他，帮他指出来，这样做是可以的。单独规劝、规劝、规过劝善，这是很好的，很如法的一种做法。下面这个问题是陈居士问的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一场车祸导致腰骨和双脚受伤，不能够站得耐，不能够行得耐，因此绕佛时双脚筋脉时时拉紧，僵直、疼痛、麻木。虽然夹硬行，但是脚力不够，不能够随时跟上前方同修的脚步，往往出现较大的空间距离，内心焦急万分。口虽然仍有佛号，但是佛
实在已在西方外一啲都冇用，除了恼害众生外，亦欺骗佛菩萨，咁系好大嘅罪过。就喺唔安嘅时候，你建议分三区随缘自在念佛，欣喜之心非笔墨所能形容。啱嘅，身体有局部妨害，我哋可以唔随众，就系喺佛七或者念佛堂之中，亦可以唔随众。我哋坐埋一边，睇住大家念佛、绕佛都可以。如果想同大众喺一齐绕佛咧，可以行喺最后面，行喺后面，唔好插喺中间。到最前面嘅人跟到我哋自己后面嚟嘅时候，我哋可以退出，可以坐埋一边念佛。所以所谓方便有多门，不要受一般规矩的约束，那是因为你有特殊的状况，先同主七师父同大众讲明，在念佛堂讲明，大家都知道这样就好了，自己亦心安，大家亦欢喜。下面他说，你曾经讲礼佛是佛弟子最好的运动，尤其是年过五十岁，应该每日礼佛三百拜。他说他膝头原来不灵活，但深信你的话，我拜下去了。由于拜佛时膝头摩擦少，紧绷同疼痛状况消失，从此在礼佛之中得到身心的好处，深深地多谢你，感恩你。现在呢，就算在地铁列车上坐位，如果满晒，我亦可以站到站，但是念佛以绕佛为主，而我不能够如法去做，深感愧疚，点子好。我刚才跟你讲过了，你这个情形特殊，可以不用绕佛，坐在这里念佛就可以了。拜佛老实说非常非常重要，希望同修不要疏忽，对你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。这位同修可能是前一届来参学的同修，他的问题到现在先来答复，那么非常抱歉。弟子是内蒙古偏远地区的居士，有些问题请开示。观经第十四观中，复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，二者读诵大乘方等经典。他的怀疑在这一句，他说你在《观经讲记》中提到香港某居士读经往生的事迹，但在其他地方似乎并不多提倡读经往生，且《弥陀经》《无量寿经》
都是提倡念佛，甚至乃至十念即生我国，于是心生疑虑，不知读经是否确实能往生，亦不知我是否契这个机，因为我读经比较容易专心，不过亦会打妄想。一切众生根性不同，所以佛教众生没有定法。咁佛教我哋念佛，念佛呢种方法喺末法时期系多数人嘅根基，所以佢系佛提倡嘅。多数人亦唔一定系超过半数，唔可以咁样讲啊。譬如十个人之中，有三个人中意念佛，其他嘅每个人都学一样。这三个人就是多数了。要懂得这种道理。因此这个世界上还是很多，将近70亿的。学佛的人亦不少，但是真正选修念佛法门的人仍然占少数。这个少数呢，如果和其他法门各个来比较，那是多数。所以多数应该是这样来讲。所以佛极力提倡这个法门。那在一切法门里面，确确实实只有这一个法门能帮你真正成就，它是无比殊胜的。其他法门就算修行得好成功，你无法愿往生。既然不发愿往生，换句话说，你很难超越三界。修得好好的人去哪里呢？多数都去天道了。欲界天、色界天，欲界天是最多的。天福享尽之后，还要轮回。咁换句话讲，就是修行不够劲，不是法门不够劲，是你修行的功夫不到家。修行功夫到家，咁就是法门平等无有高下，咁样得。原因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。有幸能听到净土法门，发愿求生西方净土，这种因缘非常稀有。古德常讲诸佛赞叹，这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确确实实诸佛赞叹。为什么赞叹呢？因为你这一生就要做佛了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做佛。这种因缘太稀有。我们遇到这个法门的人多啊，真正能生到西方的人太少太少了。以前李炳南居士时时讲，念佛人真正能生极乐世界，一万人之中亦不过两三个嘅啫。原因喺边度呢？我哋自己要知道。
原因是我们用心不专。我们的信不真，愿不切，行不专，所以先被淘汰了。真的深信切愿，老实念佛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这种人肯定这一生会去做佛。这样的人难啊，他真的将一切万缘通通放下了，心地清净，一切的忧虑牵挂全部都写晒，心里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。除了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他心里头什么都没有，这种人绝对往生。这一点是我们应该要记取的。如果念佛不能够摄心，读经不能摄心，那是你过去生中根性不同，你就读诵大乘无量寿经三倍往生这一品里头总共有四段，后面那段经文就是讲读诵大乘者以这种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一样得生。咁讲系经上有明文嘅，所以净土法门广大，唔系专修净土，修其他法门，只要发愿往生，都能得生。原因喺边度呢？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因素就是心静则佛土静，它是原理。读经，读地藏经也好，读般若经也好，读法华经也好，无论读什么经论，我读到心清静，清静心发愿，就绝对生净土。否则的话，我念阿弥陀佛，念无量寿经，念阿弥陀经，我念到心不清净，还是不可能往生。所以往生真正的条件是心静则佛土静，不一定要正宗的经典，不一定，这样先是平等法，先是真实法，甚至不是修佛教的。一个基督教徒、天主教徒、印度教徒，他依照他们宗教里面的方法去修，亦修到心地清净，万缘放下。有人劝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他临终十念一念亦能往生。他条件具足嘛，他心清净了。由此可见，这个法门广大。所以这些道理懂得，我们就不会疑惑了。下面他说，读经是不是必须24小时不间断才能往生？打了妄想还得吗？同时还要注意些什么？它关系到我这一生成不成功，万望导师慈悲开示为盼。希望你呢多听经。我们以前讲过的经论很多，你可以听一下无量寿经，
微陀经要解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你听下嗰啲经，你嘅疑问全部都喺嗰啲经短里头讲过，你会得到圆满嘅解答。这一位是中国的梁居士，他问了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犯了根本戒，可不可以再受戒？犯戒和破戒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？戒是菩提的根本，如果不认真来学戒，你绝对不能够成就，无论哪一个法门，大乘、小乘、中门、教下、显教、密教，点解唔能够成就呢？佢系因戒得定嘅。你唔持戒，头先讲过，清净心绝对唔会现前。你冇清净心，念佛都冇可能往生。然后你就知道戒律的重要。戒律形式上受不受无所谓，绝对不重要。不单止未受过形式戒，我们看到往生的人很多，甚至还有些往生的人未受过三归添。他念佛往生了，咁系咩原因呢？形式上未受过，实际上佢传得到啦。所以实质重要，形式唔重要。实质上嘅戒要学。我初学佛嘅时候，张家大师时时教我，他非常重视教我持戒，学一条做一条，这一条你就受持了，这才是实质的。我们没有在戒坛法师那个地方求受戒，张家大师教我依照戒律去做，一条一条去做，先看看自己能做得到的先做，做不到的摆在一边，以后再学，先做容易做到的，这样自己先有进步。所以一定要坚持啊！从哪里学起呢？从十善学起，从五戒学起，不可以好高骛远。一步一步往上提升，这才是正确的。凡是好高骛远，都不会有成就的。老老实实地去做，所以我希望同修从十善业落功夫，绝对要依教奉行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
以十善为标准。这个标准是诸佛如来的标准。诸佛菩萨教我们所有一切的戒行都是以十善为根基。最近我们讲的十善业道经，你听一下你就明白了。现在我们讲到三十七道品的五根五力，任何一条都离不开十善，离开十善那就全落空了。所以十善业道是我们最根本最基础的戒条，这十条做不到，其他的可以暂时摆在一边。这十条做到之后再向上提升，那就可以了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听经可不可以睡在这里听？睡在这里很舒服的。讲经的人坐在那里讲，听经的人睡在那里听。那是不恭敬，不是说不可以，不恭敬，但是有开源。什么时候开源呢？你有病的时候，你不坐得起身，可以睡在这里听。如果你能坐得起身，你要睡在这里听，贪舒服，那是大不敬。世出世间法的成就，印光大师讲得好，从诚敬中学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。就算是佛菩萨来为我们讲经说法，我们没有诚敬心，一分利益都得不到。你能得到几多利益，是在你自己的诚敬心度。何况我们在威仪上表示这一种诚敬，不单止自己受益，亦能帮助其他众生化他了。人家看到你听经这么恭敬，他就受感动。你能多感动一个人，功德就越大了。不要以为没人在这里可以随便一点，这样的想法错了。我们听经没人在这里，有鬼神在这里。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无形众生很多，我们恭恭敬敬，威仪具足，他们亦尊敬你，鬼神对你都尊敬。如果你轻慢，鬼神看不起你。我们要懂这些道理，所以儒家常讲君子慎独，独是独自一个人，都很谨慎，不敢放任，不敢随便，道理亦都在这里。他底下说，假如在房道有瞓低的人，可不可以在那个地方念经听经，对瞓低的人有没有影响？有影响。如果那间房有人在睡紧觉，我们不要在那个地方读经，
亦唔好喺嗰个地方念佛，除非佢有病，有病咁得，咁系例外。呢位林同学问嘅两个问题，佢话佢学佛两年啦，希望唔辜负你老人家所望，将来有机会奉事万亿佛，非化遍尘刹。佢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，我嘅先生未信佛，有时候又好似信，又常向我提出佛教嘅问题。有个问题，我亦唔知道点答复佢。佢问你哋佛教主唔主张死后捐赠器官？我答：我佛大慈大悲，昔日歌利王割截隐欲仙人嘅身体，佢亦唔会嬲佢。我相信佢问我系为咗想难为我。我咁嚟答佢，唔知道啱唔啱。你唔知道啱唔啱，我亦唔知道啱唔啱。咁系咩原因呢？答问要睇当时问嘅人佢嘅心态，佢嘅用意喺边度？你嘅答复系咪能够帮佢醒悟过嚟？关键在这里。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当时的情形，你这个问答我也不知道啱不啱。你可以自己好好地去思量，去体会，你就会明白了。这个问题我哋要搞清楚，点解呢？佢系个好严肃嘅问题，系个大问题。菩萨捐赠器官冇问题啦，我哋凡夫有问题啊！凡夫虽然嗰口气断咗，神识未离开，经论上讲的，祖师大德话俾我哋听嘅，人断气之后，阿赖耶识未离开，阿赖耶识经上常讲，来先去后作主公，佢最后走嘅，唔系话一断气佢就走啦。在通常的状况之下，大概断气之后八个钟头，阿赖耶识先离开。这个时候你割截他的器官没问题，他已经不知道痛苦了。如果八个钟头之内阿赖耶识未走，你割截他的器官，他痛苦啊！他这个时候如果忍受不住，如果后悔，这样麻烦就大了。生前答应很容易，到真的要割的时候就难了。那个时候如果生一念嗔恨心，他就向三途堕落。咁係唔可以唔知道㗎。
所以对凡夫的人有这种能力忍受吗？如果没有可能，还是不发这种心好一点，等到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来生到加持行回来之后，再捐器官都未迟。为什么呢？你从极乐世界回来，你是菩萨身，那个时候有能力好像忍辱仙人那样，被人哋割截身体，一啲怨恨心都冇。有呢种能力，如果冇呢种能力，希望唔好冒险，唔好讲呢啲好听嘅话，充面子，到最后自己受唔住，堕到三途，咁就蚀晒大本啦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有一位善知识朋友突然对我的态度转变，我难过了一阵，唯有靠念佛开解，当作菩萨来考验我。我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，又不敢问他，不敢接近他，怕他生烦恼。我听法师说，人哋讨厌你，你要运路行。又话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请法师指示点处理好。如果太忙嘅话，可以唔使理佢啦。呢个问题，我哋喺讲经甚至答复同学问题都讲过好多，自己如果想自己的道业有进步，一定要时时反省，检点自己的过失。所以了凡先生，他能够接受云谷禅师教他的功过格，一生之中他都能奉行，厌不厌倦就是他改造命运成功的秘诀。一般人不能够成功，是没有恒心，没有耐心。开头学那时候很有信心，学了几日之后慢慢就懒散了，最后就废弃了，所以他不能够成功。了凡先生的成功就是一生都能够坚持，用这种方法来反省，每日自己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有咩过失？我哋一般人虽然唔用功过格，我哋用经教，所以正宗学会成立之后，我教同修地晚课，我哋拣嘅经文系《无量寿经》32品到37品。呢一大段经文呢，内容就系五戒十善。佛喺经里面讲得好详细，我哋读诵用佢嚟做检点。佛喺经上教我哋做嘅，我哋谂下。今日我有做咗未？佛喺经上话唔可以做嘅，我哋谂下，我哋有冇做？
从呢度反省检点，改过自身，呢种叫真修行。如果唔系咁做法，咁修嘅系咩呢？修行就系修正我哋错误嘅行为。我哋对人、对事、对物谂法、睇法、讲法、做法错啦，将佢修正过嚟，叫做修行。啱嘅就系佛所讲嘅，我哋都做到啦，自己要勉励，更加认真努力去做，永远保持而唔丧失，咁就啱啦。所以修行要真做啦，绝对唔系话每日将经典念一次叫修行，咁唔系嘅，咁同修行完全冇关系。有好多人会错意，以为受持经论就系早晚将经典读一次。我今日功课做完啦，咁系错嘅。一定要用经教对照自己嘅心行，认真咁改过自身，咁样经教先有受用。我哋点解唔用古大德为我哋定嘅嗰啲课诵本，早晚课读诵嘅经文，点解要改成无量寿经？各位要体会到佢嘅意思。古大德嘅嘢唔系唔好，好啊，适合嗰个时代嘅众生，唔适合我哋现代。现代众生烦恼习气太重了，确确实实要细心地反省检点，改过自身。所以我们早课选择48愿，晚课选择5戒10善这一大段。底下是吴居士问的一个问题，他说我们现在学会里头的早晚课，由于学生人数渐多，空间不够，所以就取消绕佛了，只采取原地念佛，恐怕日子耐了，个个都变成萝卜腿了。变成萝卜腿实在是不紧要了，但是学会里头活动空间窄，同学课业亦好紧凑，好少有时间运动，长期这样细胞含氧不够，好容易造成昏沉。所以学生建议，可不可以将唱弥陀赞的部分改为拜佛、警众偈等等，附在第六品和37品之后一起唱诵，这样可以节省时间，亦可以保有经文的分集，可兼顾到运动，身心兼修，法喜充满，则道业必成。这个建议好好。拜佛是好好的修学
方式。拜佛的时候心地真情，不起一个妄念，那是修心了。拜佛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都合乎威仪，全身的运动都达到了。古人非常重视。我学佛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未出家做居士，我跟忏云法师五个半月，跟他在山上住茅棚。他没有教我第二样东西，就是教我拜佛。每日早课拜300拜，晚课亦拜300拜，晏昼午后绕佛念佛，就是饭后经行半个钟头，然后绕到佛堂再拜200拜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山上修行的功课是每日拜800拜佛，这样拜了5个半月，非常好，对自己的身心修养确实有很多好处。所以我现在劝一般大众，亦都是劝他要拜佛。拜佛确实消业障，开智慧。我们拜佛是以真诚恭敬心，以我们的头顶礼佛的足叫接足礼，如果能将这种修行的方法落实到生活之中，我们面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就如同面对佛祖一样，至诚恭敬。你能这样做呢？那你就是普贤行里面的礼敬诸佛了，你就将修行层次提高了。这样的受用功德无量无边。希望真正有心应该这样学，好像华严经善财图这样，凡夫只有我一个，除我之外都是诸佛菩萨，都是圣贤示现。无论是顺境定是逆境，善人恶人，绝对不生轻慢心，绝对不生分别心，都是以真情平等恭敬来对待。这种人念佛，常常品往生。所以这个建议好好啊。这位同修他没有写名，他问高王观世音经是真经定是伪经。古大德说这部经是后人伪造的，不是佛讲的，
你中意念亦得，总而言之都系劝善，唔系教你作恶嘅。假如你真嘅有智慧，点解唔去念普门品呢？点解唔去念华严经、观世音菩萨呢一章经呢？或者系《楞严经》第六卷《观世音菩萨二根圆通章》？华严同楞严，观世音菩萨呢两章经文都有单独流通，合《法华经》普门品叫观音三经，呢啲都系真实嘅，绝对唔系虚伪嘅。点解唔念佢哋？咁讲系俾诸位同修自己去选择。呢位是赵同修，他问的问题，他请问悟道法师，这题大概是悟道拿来这里的，他请我回答，老和尚的教学一向都是教学生五年学界，以五年遵守一个老师的教导，唔夹杂，一门深入，长期熏修，听一家之言。咁讲系祖祖相传嘅原则，我哋一定要遵守。如果唔遵守，我哋自己绝对唔能够成就。自古以来，无论在家出家修行正果的人，都是行这一条路出来的。那现代人学法学了很多年，学了几十年没成就，就是不知道这一条门路。下面他提出问题，现在老和尚提倡多元文化，咁对于一个初学者，听到咁多嘅知见，接触咁多嘅人士，咁同五年学界嘅基础，是咪有影响？有冇影响是你自己？换句话讲，你真懂得就冇影响，你会受影响，是你对嗰啲原理原则并未完全了解。真正了解了，不单止没有影响，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助缘功德。现在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多元文化？其实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亦就是多元文化，只不过没有这个名词而已。你睇《华严经》，几百个族群，
咁系唔同嘅族群，唔同嘅众生。用而家嘅话嚟讲，唔同嘅宗教、唔同嘅文化，都能够生活埋一齐，合为一个大嘅团体，哇！壮世界已经显示俾我哋知啦。我哋睇到近代社会嘅动乱。众生的痛苦原因在哪里呢？人和人之间不和，族群和族群之间不和，宗教和宗教之间不和，国家和国家之间不和，带给这个社会动乱，带给这个社会大的灾难，天灾人祸。佛法修学的目的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苦从哪里来的？苦从迷惑误和来的。乐从哪里来的？乐从觉悟。觉悟之后先知道互相尊重、互相敬爱、互相合作，社会先安定，世界先和平。我们现在做的是这种工作，就是在这里提倡推动多元文化了。在这个活动之中，我们学佛的人要做一个最好的榜样，这个榜样就是跟一个老师学一家之言，给他们看看，哎呀，学佛的人为什么会这么懂事，为什么会这么有智慧呢？我哋做个样出嚟，等佢做参考，等佢睇到、听到啦，佢去反省、去思维。我哋用呢种方法嚟帮助佢，呢种就系对众生修学最佳嘅贡献。所以它可以相辅相成，它里头绝对没有矛盾。五年学界是一般的规矩，如果不是离根，这个时间要加长。你看我跟李炳南老居士，老居士要求我五年，实际上呢，我遵守他老人家的规矩十年。我不是离根，我守十年的约束，循规蹈矩，将自己的根扎稳了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所以没有矛盾。一个是自行，一个是化他。五年学界是自行，推动多元文化是化他，自行化他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